右手边的美丽朋友。好，最后再把视线看到我们的正前方，也可以把我们的视线稍微拉远一点点，看到我们后面的电子美丽朋友们。再看一下我们中间的官方的摄影师。紧接着第二套动作要来了，是我们帅气的抱胸，要很有气势那种感觉。我们左右两侧，我们的 Julia 吴中元以及我们的燕勋，我们可以稍微的侧身一下，摆出有气势 pose。一样，先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美女朋友。好，再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，把视线移动到我们的左手边的美女朋友们。好，接着再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的美女朋友们。好，最后再看到我们的正中央，有需要的美女朋友们都可以再挥一下手哦，希望每一个都可以照顾得到，都有捕捉到画面。来，再看一下我们的右下方那边的美女朋友们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要请大家举起你的右手，有力量的，能挑战不可能的精神。一样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的美女朋友。好，再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的摄影大哥们。好，接着再看一下我们右手边的美女朋友们，右手边，我们右手边的楼梯上面有一些美女朋友们，可以稍微看一下，照顾到拍一下我们的摄影机。好，最后再回到我们的正中央。